观众朋友，不管你住在土耳其还是增加，不管你住在海边还是山顶，不管你布施还是巫师，爱记得跟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给拍好开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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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巫师布施做马事。继续坐巴士、坐公车，其实啊，来到基金城坐巴士啊，嘛免加收，免想遐济，加一班车尔，红色的九号，啊，这班公车就是吼，甲高雄市区的迄个前镇，啊，佮基金城吼一个循环的路线。所以讲吼，在地居民啊，吼，也是讲吼，高雄市区的居民吼，两边吼要相通啊，要办代志也好，要上课上班，拢爱靠这条路线来通勤。另外，就是像我这款活地来，嘛就是爱靠这班车去慢慢找找一挂趣味的代志。好加载啦，这班次吼车班算多，所以应该等下两米就来啊。就够好看，咱两个讲哈久，讲哈久，我总算是来啊！而且恁兜真无简单会来呢。啊，遮爱坐红酒的啊！啊对，红酒的啦，你知你知，嘛敢那去房车尔嘛。对啊。你看迄狗啊啦，困到安尼。伊就是困啊足轻松，伊就四脚朝天。太侪咧，甲你叫了，互你困到伊个有啥物代志啊咧？遐较早就是阮的厝，你讲遐哦，嘿，遐就是军营嘛，对不？嘿，遐石头围起来，遐就是海军市场，遐较早阮的厝，即马拢无啊。啊，所以是规砖拢刷造吗？嘿，对，规砖拢刷造，拢刷造的，对吧？对。我感觉伫咧遮算袂歹咧，你看这巷仔遮济条。啊！用个耍迄个躲猫猫、秘小册，嘿，对对对啊，对啊！啊，而且安怎行，应该都袂胖记吧？对哦，袂，真袂胖记。系啊，啊，遮下暗时啊嘛足静诶，足静诶哦。咧差不多七八点就足静诶，即马嘛足静诶啊。系啊，对啊。出来晒太阳，晒太阳。对呀、啊，很好啊！我台北来的太阳。超对，我好想把太阳打包带回家哦。对啊，给你们打包啊，免费的哈。对啊，对啊。我晒太阳晒得要死哦，晒得很烦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很幸福哎，有太阳。等这就一天两天就不冷了。哦，对啊，太阳冷不冷啊？对，好可爱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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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一下，这边就都是眷村，您是后代吗？不是眷村的，我们大城的啦。哦，大城都是浙江，中国浙江那边撤退过来的。这样说起来是您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从大城岛撤退来？我到台湾六岁呢。我要请教一下，那当时你对爸爸妈妈来的时阵，跟着爸妈一起来到这边，那个时候的心蛙会不会很辛苦？会啊，怎么不会？那时候吃饭都成问题了。是哦，那怎么度过那一段时间？不晓得，从小都是怎么度也不晓得。是哦，反正日子过了就顺了。算了，对啊，是这样的啊，以前做小谁知道，不晓得。那时候早期爸爸妈妈是在做什么工作？没有工作，没有工作，那吃饭怎么办？吃饭，以前我们在那个捡那个石头啊，拿来卖啊。
以前那石头啊都可以卖啊。石头拿去卖哦、喔，哦，反正就是有多少卖多少啊，卖多少吃多少，对，是安内代志都丢啊。真的很辛苦哎、欸，这很苦啊！我跟你讲，现在还不会了。是是是，谢谢，多谢啊！拜拜拜拜。哎、欸，这哪亲像咱迄、那个，咱咧看电影有无？迄位的迄个冠村啊，还是迄个小村庄，都是差不多安尼。嗯，有看到安尼，这都是老蒋的。老蒋，老蒋是不是？咱时代拢安尼讲，嘿，对，老蒋的，老蒋，对啊，欸，嘛是爱敬礼啦，嘿呀，敬礼，嘿呀，伊是时代的神灵。欸，一般来讲啊，看到这个铜像，看到这尊啊，第一代表是第一中正纪念堂，嘿，才看得到。对对。结果来滴真是第一个冠村内底，而且伊是当作。生命安尼踩伫中，我感觉对，都来甲拜拜。嘿，真心是咧，我感觉安尼讲啦，咱是卖讲啥物诶历史的功过安尼都卖讲，其实我就是讲，这就是一个每一个人的一个信用。对对对啊，对啊，他的信念就是在这个地方这样。诶，这个生活嘛是古，足古早时代迄个感觉的吼。对啊。它复古啦，嘿呀、啊，那时间啊，又有一点静止了，这样子，嘿，对。對啊、文姐你好，已经市场吼，好，多谢。真正足闹热的呢。是一间册店呢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是开放的册店吗？还是你个人的册房？这是开放的。哦，所以欢迎你来看册。欢迎。欸，我看这间厝啊，这个光线采光足好诶。啊，伊本地敢有天棚啊？是啥？伊足挑高诶呢。嗯嗯嗯。这间厝其实差不多七八十年，啊是中山大学的 USR 计划，伊家己改造。是修复的，但是阮迄阵入来时阵，这间厝其实是足后的，所以设计师伊入来了，伊甲二楼，二楼伊无该做起来啦，第一个是减轻这间厝的重量，啊，过来就是伊的采光会较好，所以你看伊足水的。对啊对啊，嘿啊，我感觉安尼一日来啊，规个人心情拢好起来，因为足光青安尼，对啊对啊，哇！啊，我你先看者，啊，我泡茶请你啉。好啊好啊，感谢，安尼多来啊，多谢多谢。大港的查某囝，陈罗静的小说，这本哪介好看？来，请饮茶。哦，好好好，嗯，多谢多谢。不客气。真香诶，普洱。是。对不？厉害。而且这普洱啊，那到淡薄啊，迄个。甘麻味，甘麻香。嗯嗯嗯，陈皮。哦，陈皮。哇，我感觉吼，人吼，一日来这个高大厝哦，规个生活拢讲究起来。对啊，真好。欸，我要借问一下，我头拄啊看迄个册啊，我发觉到你遮的册，那个迄个主题，咱这间册店的选册是特别。经过的是无？嗯，当然，其实每一间独立册店拢同款，伊个生意在地，迄个文化，成为经济。比如讲，阮个是跟高雄、基丁、高雄港有关，
的册，嘿，啊，搁有台湾文史文学产业等等。啊，另外个是阮所关心的议题，譬如讲环境教育，因为其实。基丁是一个岛，那等于是台湾的一个缩影，是，所以不管是山林啊，或者是海洋啊，其实都是我们所关心的，还有外籍，是，你讲这样子。我头先看到遐有写啊，李秋的册《自由定格》，是，所以讲像这本《杨所》应该就是李秋的对不？是，啊，也就是讲我拿这本册要买回去，就是我家己落钱嘛，是。所以不是照这个定格就对了，不是不是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当初开的时候我们没这么多资金，所以当时大家都关切给我们，所以每一本书都是人的心意，我们就没有定格，每一本的状况都不一样，所以你如果需要这本书，你自己可能会介绍看你这本书在你的心目中价值多少，了解。哎，安尼，感觉袂歹嘞。老实讲，我厝内有足侪册，其实已经看两三回啊啦。是是。啊，我感觉老的遐嘛可惜，所以我临刚买一扎我的册关出来嘛，啊，就寻找有缘人，安尼是无？欢迎。对。啊，你关了，我甲请你临港。好啊好啊好啊，盖好盖好，多谢多谢。四季中，会记你甲阮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啊，搁有爱开小铃铛哦。啊，你若要看其他集数吼，去公司 Plus 全部拢有哦，救命啊！